OK，开始了啦。OK，OK，哎，突然觉得空间啊，我要回来了。Oh my god！ 啊，李文，好累。李文，真的是的。啊，李文。我？嗯。我知道。觉得他是好兄弟。你都在爆丑照，你都在找我的丑照。大家知道文翰怎么拍的吗？文翰不管在哪，在车上，突然就把手机伸到你的下巴底下来，然后特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拍一张，然后就存在手机里，能存个半年一年。安德。我不会真的安德安德安德不是说你看你看对啊你就会他练了你要他练了我怎么还有五年他练了你要你可以说他好还在现拍的好吧还在咽口水이렇게사진찍으면안돼文翰的大别口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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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成员刚才看这个镜头，我们这组合要点脸好不好？我们好歹是一个偶像组合。无聊到都玩这个了吗？太危险了，这帮孩子们。哦，碎成片。哦，不是。哈哈哈哈哈哈！哎，对 ，peace。OK，peace。One piece。包袱剪一剪，包袱剪一剪。收账，收账。好的 ，peace。他累了，王翰，你上来。没有我的位置。3月18号，卡塔尔站夜战。我叫呢？你输给我了。嗯。输给你的。输给我了，昨天。昨天我赢你的。我先下你了。然后我后来赢你了，没有喂，后来我赢你1-1，然后呢没结束，没结束，那今天再来，原来线下的人赢了，不是我后期，啊，我打我前期，我打后期的，啊，我吃发育，不是，哎呀，在干嘛？什么？啊，轩哥的手上时间开始了，我公开一下，来来来，嗯，对对。轩哥的照片，好的，等一下，我先开个场，就是他们从各个方式、各个角度、从各个丑的角度拍我，然后现在来吧，来吧，我已经没我想抵抗。我最喜欢轩哥的这张照片，安静也可以啊。
就曝光那墙啊，对。一个，轩哥穿古装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穿古装那么可爱的人。对。我找一下有没有你们的啊。金正英。吐槽大会啊，这是。啊，有理的。3月18号卡塔尔站。3月18号卡塔尔站。我来个劲爆一点的，可以吧？算了。哦，他是什么？网络小胖。啊！既然这样子的话。这个互相吐槽环节，一个男的给挤，这边不信了，一个男的，我要不要跑吧？看一下啊，我要不这张怎么感觉跟蜡像一样？这脸色，哎，这发型绝了，绝了，绝了，绝了。就是我打下的江山，这就是我打下的江山。哎，没跑，再帮我开一下。哦。